查查，你最近一段时间和芒果这个跨房间无障碍交流，你看又来了。你们这波操作，我真的是有点扛不住了。我就想说，你俩还有没有复合的可能性？你别这么武断好不好？我这给你找了个替身，我准备拿着你的这个替身去见一下芒果。如果说芒果对这个替身的反应还好，那我觉得。是不是可以再安排你俩见一次面？芒果，你看你这天天跟着查查叫，你俩有没有可能？哎，你怎么这么凶啊？这是查查，喂，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？你仔细想一想，就是当年那只一口一口把你喂大的鸡，查查，有印象吗？完了，这算没戏了。这要是再让他们俩在一起，估计查查得把毛拔秃了。芒果，你这是由爱生恨，就针对查查，还是你现在排斥所有的鸡呀？芒果，这是小兰，认识一下。看来这是都不喜欢呀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查查，有一个好消息，还有一个坏消息。好消息是，芒果虽然没看上你，但是他好像也没看上别的鸡。坏消息就是，你看看，就是芒果这个牙口，你能扛住几口？你怎么回去了？不在外边玩啦？给你关上。